購禮物的首演，劇場是絕對需要觀眾的，所以我想先多謝你們會入場。當然啦，寫得出這個劇本一定有一個很重要的人，就是我們的編劇莊榮岩。很重要的朋友就是我們的監製 Alex。 也有一位很重要的朋友我們要多謝的，就是我們的出品人楊守成先生。多謝各位嘉賓今天來看我們這個最後的禮物。最後的禮物呢，本來就在一月份公映的，但是呢因為疫情沒辦法，咁啊延遲了六個月。呢六個月呢，多謝子華哥、燦哥各位台前幕後的工作人員，做得非常非常之好，我喺呢度多謝佢哋。最後要多謝今晚的觀眾，同埋嚟緊嗰39場的觀眾。點解要講呢句説話呢？因為我聽下 Alex 講，阿馮生講，我哋呢次咧就要這個停咗六個月啦。我哋英皇娛樂咧，當日我哋決定咗這個停之後咧，我哋發出一個通告，就話所有嘅買咗飛嘅觀眾咧可以嚟退飛嘅，因為我覺得一路咁等對佢哋係好唔公道，好奇怪。阿馮生同我講咧，退飛嘅人咧係差唔多零，都係啦，我諗真係劇場好需要觀眾支持啦。而我身邊嘅朋友都係，我諗同在座好多觀眾都一樣。當呢個劇要延期嘅時候，要可以退飛嘅時候，我聽到嘅身邊朋友基本上冇一個人話會退飛嘅，佢哋話死都揸住張飛，等到我哋演到嗰日。我再在這裡見到大家，真的要很多謝這麼多位入場的觀眾，和堅持和我們一起堅持的觀眾，多謝你們。謝謝。其實我就懂得演戲，但就不是很懂得說話的，不如留下一個很懂得說話的人。懂得說話一點都不重要，你要懂得做人。我首先多謝楊守成先生。各位，不是講笑，在這個 show 停了六個月，中間其實之前在舞台界都有很多第二 show 停了就是沒有了的，很陰功的，真的是要一些很有實力的人呢，他竟然可以在六個月後安排回做回那麼多場，所以真的多謝英皇公司的支持。第二樣真係，我諗我代表成個團隊講一句啦。其實我好似第一二日同阿燦哥排嘅時候咧，冇辦法，而家阿楊生叫你燦哥咧，阿燦哥排咧，第一二日就已經一排完，大家就佢已經走埋同我講，好勞氣啊呢個戲，係啊真係好勞氣。其實係一個唔容易，即係健康差啲都做唔到嘅戲嚟嘅，真係。咁但係咧一路做落嚟，其實成個團隊真係好感激每一位嘅無論我哋導演又激死啦，即係見到我哋啲演員成日即係我哋啲又會問好多問題啊咁又即係總之，但係我哋成個團隊都係真係合作好愉快。我覺得係我非常應該話感恩，
即係我覺得我好感恩，即係我哋能夠有呢次機會，我哋大家都有呢次機會，亦都好感恩大家冇走到，多謝 ，thank you。